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70面，270面第二行，对第二行看起。修诸功德，昼夜不断，妙法大心奥之大行，因闻名利发心，修诸大行，即为第19愿之专门。其中六波罗蜜，也称六道。多者，多生死海，到涅槃之间也。咱学到这所在，这是一段的开始啊。头前啊。是讲发心，发心了后，还有行动。若无心发了后，无行动，这个发心是假呀，毋是真的。佛法内面所讲的依愿，你这个愿未当落实，所以呢，这个。发愿了后，一定都爱有行动，爱用行动来圆家己的愿心。发心是文明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知影。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大德大能，为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苦难众生，在六道内面，无办法。你就解脱了，也会帮助因在一生当中完成佛道。这种的愿心啊，甲功德啊，阿弥陀佛，拢已经圆满了。经常甲咱讲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，这个十劫呢，都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就是伫十劫以前，反省动机土。下品众生，现在各差两劫，伊就圆满咯。这个话安怎讲呢？观经顶面讲的啊，不说。观无量寿佛经里面，甲咱讲的啊，凡圣同居土，下品往生，伫西方极乐世界修行，十二劫呢，就花开见佛，悟无生啊，也都是咱
中国佛教内面所讲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诸位爱会记哩，这是你家己修行成就的，毋是阿弥陀佛加持的。真实的定灵啊，十二劫啊！如果你那是下品上生呢？现在已经成佛了，已经是花开见佛了。你讲这功德偌殊胜的？十二劫的时间，在咱看起来是真长，在叫世界人看起来是真短，因的寿命无量劫啊。头前这个十二劫无算啊。大彻大悟，就是往生十宝庄严土。你看，伊伫极乐世界，从基土、方便土升啊，提升到十宝土。啊，到十宝土，就是四十一位发心大师啊。啊，咱就清楚咯。这个四十一个级别啊。圆满的时阵，要偌侪时间呢？要三个阿僧祇劫，这三个阿僧祇劫呢，叫做无功啊、用道啊，无办法来修行，为甚袂当啊？起心动念，这个境界内底是不。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。呀，诸位也知影，凡是动机土内面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拢有啊，全部拢有啊。方便土内面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无执着，这咱一定要知影。执着的念头都拢断了，你就无伫个动机土了，你就伫方便土。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真特别啦，这下面会讲到啊，就算是动机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也是阿弥陀佛菩萨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虽然伊是凡夫，可是伫极乐世界同基督内面，伊享受的财富，甲十宝土是同款。阿维月地是十宝土的菩萨啦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这主要知影啊。凡是同基督往生。而这些人就是讲这个下下品往生，心上啊好，甲阿弥陀佛是完全同款。这个经常讲呀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祖师大帝甲咱啊解释甲真清楚，完全是随顺。和印度人所讲的，实际上呢，大乘经教内面讲啊真多咯。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。啊，下品往生嘛是啊。啊，这是。无比殊胜，已有的庄严，
十方诸佛国土内面无即种情形啊，只有极乐世界啊。这是什么？这都是48愿的加持啊。如果咱读48愿，会当依照48愿去发心，每天也发甲阿弥陀佛同款的愿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效果是无同款咯。虽然完全同款，功名大小是无同款。你现前发愿生到极乐世界，功名就真大咯。无发过愿的有功名，功名无大。这道理要知影咯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咱那就知影了。咱这一生拄到这法门，应当专心专力，真心切愿呐，认真去修学。那过去创别行，诶，拢嘛是障碍啊，毋免讲说法。哎，清清气气，彻底放下，连佛法嘛都要放下。为什么？我这经顶面啊，佛讲真好啊！我上应下何妨非法？我上应下是对啥人讲？就是对咱念佛人讲咧。其他的法拢毋免学了，就专老实念佛，一心求生净土。到极乐世界，一切拢圆满了，各项拢成就了，专心无净土啊！到净土得到的时阵，以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啊，真正是正大圆满。这是咱未当讲啊，毋知影。所以发心功德不可思议，修诸大行，啊，念落地即地主盖有讲，这是19愿的专门啊。大行，哎呀，包括修行。无修行，大行是假啊！在古早时阵，无必要这款讲法。为什么修行，大家拢努力修，无一个人无在修的？啊，修行是做人的规矩啊！啊，人都无做好，哪能成佛呢？修行是什么呢？小小改，会当写。弟子规、阿弥篇、十善业，这是小小改啊，这是修行啊。有修行的基础，你才能修大行啊！大行在这地把咱列出来了，六波罗蜜啦。六波罗蜜是菩萨修的啊，这大行啊，修行是人天修的啊。修行就真重要咯，决定是唔通疏忽啦。有地主伫这个世间，都爱甲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模样。好模样的标准，
就是地主鬼。摄生业甲名片，中国自古以来，这物件叫做家教啊。每一个家庭，男女老少拢爱遵守的啊，叫规矩啊，家规啊。无规矩就无成一个家。所以，亲像这小型对细汉啊，都学会晓的咯。可是伫今下日，人工最近的这一百年，传统的教育疏忽了，对中日战争了后，咱就该袂记哩咯。唔呐，看无人去做，听也唔捌听着，无人讲过。对有这名词，拢真正生分啊！什么是地主鬼，无人知影。什么是革命片？什么叫实现业？一般社会大众都唔知影。最近这几年，那下课的同学，把这物件找倒转来，无找倒转来，袂当成就啊。所以咱来想讲，这在家下课为什么实现也做袂到？做家下课啊，啥物都伊啊都无做到啊。这是啊，学佛的根本啊，根本无咯，哪有机会回顾呢？除去老实念佛、求生净土以外，迄真正成就，其他呀，无界定慧，拢总未当成就啊。啊，净土往生是毋是有具足即个戒定慧呢？你细心去想看卖，具足咯。选择即个法门是智慧啊，无智慧你哪会选择即个法门呢？呀，咱看到真侪无智慧人，唔捌字的阿公阿嬷，真卡人，伊念佛也往生，嘴上也稀有，你有智慧无？伊有啊，这咱一般讲善根啊，有善根啊，善根就是智慧啊，伊会选择这个法门。选择了后，永远保持一心不退啊！这不是智慧是什么？你永远保持一心不退，那就是戒律，那就是定，戒定啊！啊，念佛的功行啊，圆满咯，无离开戒定慧三学啊。所以这个法门是正法啦，以戒定慧就是正法。
有这款的基础，咱才会真正了解到什么叫做六波罗蜜啦。这个六是六条，六个项目。波罗蜜是印度话，反正中国的意思就是圆满的意思。这六个项目，每一个项目都做到圆满。第一个是布施啊，布施的真谛是放下一切虚幻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是有为法，所以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。有变化，伊也是缘生之法啦，叫因缘生法。这物件拢总爱放下，佛法嘛是因缘生法，众生有感，这是因啦。佛菩萨来应，这就是故啊，因故啊。佛法是建立在这个世间，也无离因故啊。所以啊，伊不是真呢，侬应当都爱放下。啊，放下，要安怎放下？有个人讲，不是思想放下，而是啊心胸放下。为什么呢？这出世间法。自有离无啊，常有性无啊，你会甲这个相应啊，你啊就是觉悟咯，觉悟就叫做佛法啦。啊，你甲这个无相应啊，你就是迷惑啦，迷就叫做世间法。其实。世间甲出世间也无界限啦，只是觉甲迷念念，觉了就叫做出世，迷了你就袂当啊脱离六道轮回，所以叫做世间，所以爱觉啊，觉是在心，心内觉悟咯，有时呢。咱个功夫无圆满的时阵，念佛人啊，也未往生的进程，就是无圆满，往生就圆满咯。无圆满以前，咱要有这个心，也伫这个世间，安怎放下？书应顺众生。心一定不念啊，那这就是《圆满观》里面讲的四谛的第一谛啊，叫做随缘妙用。随缘是兴顺众生，妙用啊，就是你一定不念放下了，这叫布施放下了。那是无咧，你施财、施法、施无畏，你拢嘛是求世间福报啊！你看施财啊，得财富；施法得聪明智慧；施无畏啊，得健康长寿，无离开六道。这世间事嘛，
老公，你无管是是甚物，是财也好啊，是法也好啊，是物也好，心内啊未落分裂，清清气气，一点不染。了无记事，迄就是真正布施波罗蜜。布施后面佫加一个波罗蜜，若无咱只有布施无波罗蜜。啊，即、这个爱知影。你啊，都无圆满啊，为什么甲自性不相应啊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何等的庄严嘛！啊，心无清净，免来当往生。哎，毋是真侪人往生掉啊！真侪人往生，伊伫咧往生的时阵，迄意念是清净的。就是最后迄念嘛，平常啊拢无清净，就是迄时阵清净，伊就有资格往生啊。伊迄时阵若无清净，伊就无办法往生。啊，所以清净心，咱爱伫平时来练啊，真可能去练啊。日常生活当中有啥物呢？有不念着。为何境界所念？不执着这一切法啦，世出世间法拢未执着。哎，训练这个有真好，无嘛真好，毋通放咧心内。心内啊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以外，什么都拢无，这功夫就顺咯。啊，功夫若顺。往生就有把握咯，啊，你往生的品位也就会悬咯，品位悬嘛是真重要啊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会真快速的通过。通机方便。你就立是不妥了。啊，由此知影，这种修行对咱有真实利益啊！这个世间创什么好事，拢是无办法。好事是爱做啊，绝对啊，毋通着想，可有可无啊！这是啊，真正大事啊！这是布施真正意思啊！但是布施确实是有何为证？何为证是甚么呢？财布施得财富，得到财富也是何为证？惊是小财你会当下财一个罪，你都唔甘咯，就唔肯下咯，迄麻烦就大咯。啊，你就会和这个六道轮回白条呀！阿弥陀佛接引你也是无办法，拢摇都摇未起啊！所以这个也知影，唔通啊藏在心内。第二世界，世界简单来讲是守规矩啊，这个世界啊。我少年的时阵有佛法啦，老师甲菩萨戒内面的四重戒，甲阮讲啊真侪遍，叫阮都爱会记哩，绝对毋通去犯一个四重戒，菩萨四重戒啊！第一个，不做国籍，也就是讲，绝对啊，唔通做伤害国家的代志。为什么罪啊太重了？亲像中国，
有13亿人，你若是做伤害啊国家的代志，迄、那个结罪啊，是爱向13亿人结罪啊。伊讲这个有麻烦无？你那那还会清啊？比如公共设施，咱侵犯咯，真水，比如一个电话机，这是国家设的公用电话，咱家己啊偷摕啦，提返去厝家己用。主人是13亿人啊，你这个偷盗，你的债主啊，啊都是13亿啊，啊你都是死人才害会清。所以啊，爱经内面佛就讲，你做五逆十恶罪，佛会当救你。你啊，多三宝物，佛就袂当救你。国家物啊，定有是三宝物。迄、那个国家税，人啊少，所以就较轻一点嘛。国家若大，人多，那就不得了了。甘愿呀，要死管死，也唔通侵占一时会财物啦。要死管死，你啊心静行静，身体啊有生有灭。啊，身体死了，灵性无死啊。啊，你的心很静，这个身体死了后，你灵性提升咯。你会去到更加好的所在去啊。当然，上界好就是极乐世界。选择极乐世界，念佛往生。真正要是赶死，也往生极乐世界。真正得到解脱了。一个理事拢爱通达明了啊。佛法的修学应该得定因定开慧啊，这在六波罗蜜里面拢种拢有啊，世界禅定不止啊，不止是智慧啊。地主规阿弥篇是佛法的根本戒，无定就有同学会怀疑啊，这是儒家道家呀，跟佛法有甚物关系呢？你这问啊真好啊，伊啊唔知影讲佛教到中国来这段历史啊。伊若是知影历史就明白了，佛家确实是有小乘界有大乘界，所以啊，佛的经常讲啊真清楚，佛祖就是佛的弟子，六不先修小乘，何行大乘？非佛啦弟子啊！这个摩尼佛无生林历史的学生，一定都要对修行改修起。所以啊，这个佛教传到中国，修行经翻译得非常完整。
现在南团的大总经、巴利文大总经，甲咱啊中国大总经的修行这部分，大概啊，伊只比咱低50步，修行大概啊将近3000步，你看只低50步，可见呢，咱翻译甲真正完全就属阿含。在隋唐的时阵，修行有两个宗派，一个叫生实宗，一个叫古下宗，拢是对这地来奠定基础。结果有大成，可是唐朝中叶以后，但中国才会祖师创意。不爱有修行，啊！不过有修行要安怎呢？用儒甲道来代替修行啊！儒释道真正这个关系就密切咯。外表呢，形式上有儒释道，骨内面啊是一杠一家啊。所以个儒，你看，伊也有佛，伊也有道，道呢，即系道中，伊也有儒，伊嘛是读佛经。那佛门更加免讲咯，即系出家人读四书五经，读老庄。啊，用儒用道啊，来解释佛的经典。即啊，咱啲。古代的都市里面都有看到，所以儒释都变作一体了，这是中国啊传统文化的特色啊，未当分啊，你那是分你就是外行啊，你根本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，了解传统文化你就知道这三个东西如定之三足。三足鼎立啊，叫一个都未用呢。咱也未当讲唔知影咯，所以咱今仔日采取儒家的弟子规，做根本戒，道家的感应篇，后面也是佛教的十善业道。啊！伫经文顶面也有找到根据咯。观音经内面讲的净业三福，有讲啊真清楚，这三条。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世诸佛净业净因呐。换一句讲。三世诸佛拢爱依照这个标准来修学，就讲一下清楚啊。第一条内面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咱想看卖，这两条要安怎落实呢？要安怎做法？弟子规就是啊。在主句里面讲的就是孝顺父母，尊重师长，尊师重道啊。而且我讲咯，诸心不杀啦、啊，这是啊，讲因果咯。害人要白命咧，欠债啊，害钱的啊，唔能够害人啊，你。哎呀，一切众生，众生拢会给你呀吐命。下过来同学啊，拢知影。现在确确实实有真正多有得意功名的人。
有天安通，有天理通，有他心通，咱拢知影啦。天安通伊会当看到，但看袂到伊会看到。天理通呢，伊看袂到啊，伊会当听到。啊，他心通、宿命通，迄就骨卡怪有层次咯。真正有即款的人啊，甲咱讲这是事实真相。有天眼通的，看到一个人后面有真侪精神啊、小鬼啊，伫伫后面，迄什么？迄是你的冤亲债主啊！伊无离开你啊，伊伫你啊，你现在行的是好运。伊毋敢来甲你小赌，甲你有一点仔距离，毋敢来挖滚你。等到倒一天啊，你好运行完咯，伊慢慢啊，就会挖滚咯。愈来愈挖滚，你的麻烦就来咯。毋是未报啊，死神未到啊，真可怕。啊，无学分啦，无读圣贤书，毋知影即款代志啊，自作真正做恶业。学分了后，读圣贤书咯，明白咯，伊毋敢咯。啊，我26岁才拄着佛法啦。才知影讲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我学好较无半年，我就啊受失啦，放心啊，赎罪啊。空闲期间，我真爱去拍蜡，害了未少众生，年轻无知啊。赶紧啊！回头赶紧忏悔啊！将修学的功德拢总回向给因啊，帮助因超生到前处啊，未当往生到极乐世界、也成天，或者是中到人间，未搁再去做啊精神啊牛鬼咯。咱都要专心专力来帮助伊啊！所以，咱甲地主鬼、甲名片、古圣先贤的教诲、中国古老的这传统啊，所教导咱的五伦五常、四维八德，咱拢该也看作是啊基本的戒律。爱做教啊，绝对啊唔通违反。你那是真正做，你会真正快乐啊！真正亲像饭堂米先生早年将佛教介绍给我，啊，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最高的享受是什么？心安理得啊！无忧虑，无牵挂，无压力。呀，人是真多时阵啊，有精神压力啊，这个有真多压力，我拢无感觉到啊。每天的生活快快乐乐，欢欢喜喜，这都是人生最高享受啊！我喜充满啊，伤心欢喜心啊。绝对啊，无做亏心事啊，那是袂用你做啊。你若做了，可能就有压力咯。起心动念啊，拢嘛是利益众生，无想着讲利益家己的。你哪会讲袂快乐呢？孔老夫子，你甲看卖《论语》第一句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迄个“曰”就是“曰”啦。
对内心内面啊，生出来喜悦啊，毋是外面的刺激。对内心生啊，这是真正快乐，真正的欢喜啊！你啊，乞丐就会得到咯。第三点六，第佛经上，原来意思就是念的意思，念来意思。因为中国人，古代中国的读书人，将六看得真重，所以书可杀不可六。书就是读书人，读书人抬头唔惊，无六是袂用的啊。所以环境的才会发书，感觉讲，中国人对六看得遮重，念六啊，这是特别伫中国翻呢，用这个来做代表。六会当念咯，迄就无啥物会当念诶，啊就拢总会当念咯。这是讲即个恒心，咱嘛要学到，要求学你啊，无耐心、无恒心、无中愿心，你就袂当成功啊。是毋是会当成就的秘诀就伫即里啊？你会当认为，你甲看古人所讲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焚修，你会当认为，实在寒窗啊！你啊，真正有这个耐心，啊，你就成就咯。一门深入，这是啊，世界啊，无开悟以前就学这门啊，绝对袂用两项物件。为什么你心内才会得定啊？世界的目的啊，就是要得定。修定的目的就是要开智慧。开啊是因啊，定是果啊，定又果是因，开智慧就是果。你若是无耐心啊，你做袂到啊。啊！一定爱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把家己的精神意念集中伫一处，回到经内面佛讲的啊，这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啊。你看，咱现在念头是散乱呢，亲像灯光共款，光是散乱呢。若讲将这灯光集中伫一点，就变得激光咯，迄力量就偌大。啊，咱甲散乱的念头，即、这个念头收集起来，集中做一点，迄就是佛经顶面讲的三昧啊。那上面起什么作用呢？心通眼前了，天暗天逆，他心宿命。拢会现前，啊，心智心足通，心就是变化。为什么？佛在经常讲得真清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！你心想集中在一点，那真正是用起来了，那就真方便。
六种神通拢出来了。所以顶会现神通啊，神通是家己的本能啊。本能为什么失去呢？就是你的心乱去了，伊未集中啊，心乱咯，所以这个能力就丧失咯。哪讲今仔日将这念头搁集中呢？啊，这个能力马上就恢复咯，就这款道理呀。现在外面的环境又黑太多了，啊，这又黑是来伤害咱的，咱家己唔知呀，啊，过来感谢伊。你看今仔日我搁收到一个东修。将来三本书给我，拢是讲有缘呢，讲两千空一粒灾难呢，分量未少啊，一本拢遮高啊。我会去看，我未去看。我若是看的时阵，我的思想啊、精神啊，会就更加分散了。我不去中计啊！我看佛经，我不爱看迄、那个，看迄、那个嘛未当解决问题啊！我看佛经会当解决灾难问题啊！唔通互伊去骗呐！我去看无量寿经，我讲无量寿经只看无量寿经，华严经放在一边不爱看了。这个经讲完，我要继续讲华严，我去看这个经。啊，就看一项啊！我想一项啊，唔通上当啊！所以呢，伫现在这个时代，国内海外，因为真多啊。你若甲因来接触咧，真正做诶即个知识，也会甲你诶思维扰乱。你知影真侪物件，你无办法解决。啊，你若是完全啊拢毋知影，一心念佛，啥物问题都拢无啊，那会无咧化解啊？确实已经化解了，无说怎样咯？有诶问题化解了，无问题也化解了。这个偌殊胜啊！唔呐，讲佛法做到，中国各级儒道拢做到，无杂念嘛，无邪念。所以是正念现前啊，如是都拢讲究正念，正念对对来，对念欲来啊，对世界来啊。所以有物件一定要有中观心，这个目标够。进入世界啊，去啊，好啊！你看，你每天会当到西方世界分身去的啊，伊迄个分身的本事啊，实在是啊了不起啊！伊分的心变化的心啊，伊真正会当办事。无亲像变魔术，会当变鬼的心，但是迄个分的心，伊袂当办事。这个分心甲真心是同款，到西方世界去供佛，供佛是修大福报啊。
听佛光经说法，开大智慧，福慧双修啊！爱去无？哎呀，什么款的心态去呢？是现在当主的心态去啊！虽然妙用啊，甲十方世界诸佛毋通无结缘呐。因为啊，每一尊佛，伊啊度化众生也是无量无边，你甲佛结缘，甲伊所有众生拢结缘，这好事啊，要去做，但是绝对毋通分心啊。这叫做妙用啊！缘会当随缘，心来安怎呢？如如不动啊！如如不动当中，福圆满咯，慧也圆满咯。你看，这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修好无起心动念就圆满了。听到也无起心动念，智慧圆满了。什么智慧？根本智呀！什么叫根本智？或者经常讲的，或者无智呀，那是根本智。为什么叫根本智？伊呀，起作用的时阵啊，就知影咯。起作用的时阵无所不智呀，无起作用的时阵无智呀，起作用的时阵无所不智呀。这是智慧呀！咱伫这个世间的人学习的也是常识。学富五车，这是古人形容你读书读真多，你的常识真正丰富。伊毋是智慧，是知识啊！知识啊，是无办法解决问题啊。伊会解决一时啊，伊袂当解决究竟。解决一面啊，袂当解决圆满。智慧是无共款的。所以这道理，大概伫这个世间，只有中国才有，和印度有，其他所在当然嘛是有啊。咱听到是比较较少，伫中国、伫印度是听到就真多了。所以一定要修炼。第四个精进，你看这两字，精是什么意思呢？顺利不杂啊，进是进步，就是一门深入，不是混修啊，这叫做精进。你学物件学太多太杂，那就乱咯。那不是精进啊，叫乱进啊。所以啊，伊学的物件拢会记哩啊，会记哩，那就是常识，伊不是智慧啊。精进是智慧，为什么精进的心是定啊？学真侪物件，讲学多门，伊心是乱的。咱今仔讲的心浮气躁啊，表现伫外面就是安尼死。这袂当毋知影，精进咧，然后。禅定就现前咯，
所以，饮料精进是禅定的前方便，就是得定的以前也是必须都要具备条件，伊袂当饮，伊袂当啊，袂当精进啊，哪会去得到禅定呢？哪种道理呢？在咱这个法门的内面，一切都爱归念佛三昧。这是啊，真精进啊！禅定这两字，禅是梵语。音译过来，定啊是中国意思，中国字，意思真接近啊，所以这个名词叫繁华合一啊。禅是梵文，定是花文呐、啊，繁华合一。禅，伊个意思就是。不着相，也都是咱伫咧学习诶，即个内面常常讲诶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这都是相。啊，通常翻译叫做静如清净心。如是什么呢？如是形容词啊，伊确实是无思路。咱啊，凡夫若要问你一件代志，我想看卖再来回答你，迄就是啊，如啊。真正修禅的人，伊也无如，但是啊，伊也清楚。虽然无分别，无执着。伊逐项清楚，逐项明了，就是讲，伊不起作用的时阵，伊啊是定，无知啊，不坐无知啊，啊，伊起作用的时阵，无所不知啊，所以禅是体啊，不坐就是作用啊。啊，这是体，禅就是作用，这两个互为体用啊。无真实智慧，你定袂落来；无定功，智慧是袂开啊。所以啊，伊是互为体用，啊，这也是凡夫。通常咧，甲伊翻做智慧啊，会当安尼讲呀。但是伊也有真深的意思，伊迄个智慧是真智慧，无所不知的智慧呀。啊，所以伫中国文字内底找无，是咧相对的这文字，所以。伫环境的时阵，也是讲用伊的即个音，或者也是音，音译啊，结果解释解释，啊，即六种是菩萨修的即六个项目，你都会修伫日常生活当中。穿衫、食饭、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甲即六项啊，拢都要相应。迄就是菩萨啦、啊，毋是一项一项学。起即个念头，一个举动。
啊，这个全相应，哎呀，哎，这是菩萨啦、啊。哦，寺内面有乞丐、淫欲、精进禅定不济。乞丐内面有布施、淫欲、精进禅定不济。每一条内面拢具足其他五条。每一个念头拢具足，每一个动作拢具足，每一个行为拢具足，这是菩萨啦。啊，所以小小戒无根基啊，要安怎来修法呢？啊，《大乘经》进入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，一切一切啊，任何一法肯定含了一切法，一切即因啦。啊，对这教义里面，咱就会当慢慢的体会到，整个宇宙是一体啊，无办法分割呀。那像宇宙是一个网络共款，那现在用这个 DNA 网络来共款呢？任何一点，你客家就传遍全体，咱那伫黄文馆内面就真容易去体会，无论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。甚至是自然现象，念念，伊也对外面发信息。同时啊，伊念念也收到整个宇宙的信息，这叫做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啦。也用物质现象来讲，佛家讲的是一味尘呐。现在科学家讲的是一个小公主。时间虽然真短，伊具足有着圆满的信息，拢伫内底啊。圆圆观顶面有甲人讲，伊啊三个现象。第一个现象是周边法界，这就是讲伊这个伊的波动啊，这个波动一发出去咯，伊收入来拢是啊，周边啊法界啊，修法拢周边啊，速度真紧啊，咱无法想象，这先。无尽啊！出现什么呢？一切法，一张草啊，一片树叶啊，好讲呀，咱身躯一支毛。故叫变化界、虚空界一切法。为什么？伊发的这个波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收到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，伊波啊也拢收到了，拢伫一念之间啊，这个一念诸位要记哩，弥勒菩萨讲啊真好。一旦止偌济念呢？32亿8000念，啊，咱的同学计算出来咯，320条。一旦止320条，这念头啊，
伊啊发甲收，拢是变化界虚空界，这是科学啊。佛经科学，咱今日讲谦虚一点啊，叫做高等的科学，谦虚一点啊。啊，若无谦虚，迄就是彭老师讲的话。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啊，这彭老师讲的啊，是真的毋是假啊？伊的心量才会知影。第三个周边，阿弥陀佛啊！咱今仔日如果若是未当包容，对宇宙之间一切人事物都未当包容，咱啊，要安怎会当去证着圆满呢？为什么袂当包容呢？因为啊，你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若是离开啊，梦想分别执着啊，你就恢复了。那是《大乘经》教内面常讲的“心包太虚，量就三界”，你啊，这会得到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欢喜啊，为什么全包咯？知影是？伊毋是你啊！即、这个我欢喜，迄、这个我讨厌，迄什么？迄是六道凡夫啊！六道凡夫心中毋是啊，佛菩萨啦、啊！佛菩萨心中是心包太虚，量就三界啊！佛菩萨啊，心目的当中，逐个人拢是好人，事事拢是好事啊！啊，来找我麻烦的人是好人，是好人啊，是好事，好事啊。为什么？伊来甲考试啊，伊来陷害我是来甲考试啊，看我是毋是也有分别啊，执着无？我抑阁有怨恨无？伊来甲我考验，我无怨恨咯，我欢喜接受，无怨恨啊，搁较无报复，我积极咯，我提升咯，无经过考试，毋知是真是假啊，所以啊，一切顺境啊。逆境啊，拢伫咧靠你啊！顺境靠你什么？靠你有贪心无？有贪爱无？贪是烦恼啊！逆境靠你是毋是有嗔恨？有怨恨无？对于这个所在，咱就知影讲，咱的贪嗔痴慢疑有登去偌济，啊就知影咯。一个靠咧。顺境要贪心，逆境阁要有怨恨，无及格啊！迄着爱加功夫啊！爱感谢这考试老师，万亲平等啊，无万亲啊！你想着讲？咱啊，一个阴谋端，一个细胞，一粒米丁，伊啊，无限制的，伫咧收发信息，这个信息拢是变化界、虚空界。呀，咱今仔日定力无够，心散乱。若讲是有定力，心未散乱，这个信息咱全部拢知影。无迄个毋知影呀、啊，即、这个道理你相信咯？事实真相你体会到几分呢？你才会知影讲，诸佛如来啊，全知全能啊，
迄毋是假啊！咱若修到迄个时阵，也是专知专灵啊！专知专灵是咱啊家己诶本分，就是老祖宗所讲诶人性啊本善。用善来形容啊，是你家己本身内底本来具足诶啊。佛伫《华严经》上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你以妄想执着，你不能证得。你看，妄想执着啊，变作障碍咯。咱家己的智慧德能会障碍着，不起作用。世上伊也是起作用，起反作用，智慧变作烦恼了。这灵啊，变作作业了，上好变作六道轮回了。迷的时阵变质了，把正常的作用扭曲了，就这款代志啊。咱若真正会当放下，把这个六项的项目做好。甲叫做六个科目爱用哩，这六个科目咱拢总该学好。啊，咱的自性内面的智慧德能全部拢现出来咯。啊，所以心心本来是定啊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阵有讲，我其自性本无动摇啊。啊，就说明自性是真心，真心将来都无动过啊。现在咱这个动咯，都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呀，妄心未妨碍真心，真心也未妨碍妄心。啊，侬用真心、妄心嘛，卖去甲插伊，就未起作用咯。啊，咱今仔日是太去关怀这个妄心咯，甲真心袂记哩咯。啊，六道凡夫就是这款情形啊，真心是无伫咧，袂记哩咯。真妄永远都袂离开啊。就是看你会晓用未，会记得哦。真心内面啊，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。只要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啊，你就爱觉悟咯，那是妄心。也妄心应该就爱放下。啊，真心免去求啊。放下妄心，真心也就现前。这就是古人所讲的，只要下梦，卖去觅真，卖去找真呢，你找真呢，佫是一个妄心。你永远哪找无，你无去找，伊就现前。六道啊，伫日常生活当中，袂当毋知影呀。下面一句，六道涅槃行啊，六道展开，就是菩萨无量无边的。这行在佛经上通常有讲，一共有数例的84000这行啊。这个84000按照公法，每一条拢具足84000，布施84000，乞丐84000，临摹84000，乃至不止。
呀，每一个科目点开拢是84000细形，而且84000细形亲像只网络共款，互相顶塌。任何一点，伊的频率，拢周边发改啊，同款一道理，任何一点，伊会当啊接收，发改啊。所有的信息，电脑啊未当比啊，哎，甲即个迄电脑是差太远咯。所以，诸佛菩萨成就咯。啊，咱今仔日虽然无成就。这是啊，因为伫大乘教内面长时间的熏习，咱真熟咯，咱会理解，会相信，袂怀疑。啊，从今以后，依教修行，用什么方法修行？一句好好，你才相信一句好好是有路用的。一句佛号，故照一切法。了波罗蜜，拢总伫其中，一法都未漏去啊！一句名号，圆满故照，咱的修学找着方法咯。内面坚固不退者，即互相之大愿大行，决定不移啊，永不退转呀。这什么人呢？真正明白。真正袂怀疑咯，而且做会到啊！所以疑，你甲看麦，贪嗔痴慢疑，这根本烦恼最后一个，入去最后，遐就是最严重的。中国甲古印度，往往拢甲最重要排伫最后。所以，疑呀是菩萨最大的障碍，比头前的厉害啊！头前贪嗔痴慢啊，容易断。以前不容易断啦，伊啊，着什么物件当智慧，真实智慧才会当帮助你断疑生信。所以，伊都有性格的怀疑呀、啊，这是会当啊理解呀、啊，也会使讲这是啊应该呀、啊。你是凡夫啊，哪会讲袂疑呢？天人嘛是疑啊，甚至讲四生法界也阁是有疑啊，啥物疑呢？初住以上未疑咯，因为未疑，才能证得初住啊。贪嗔痴慢容易断啊，疑难断啊。即种藕断丝连啊，藕断咯，丝连着啊，伊太难咯，伊都爱靠真实的智慧，爱靠禅定的功夫，
啊，你这真正会当做到决定啊，不移，永不退转啊。台湾大行，台湾不退啊，大行也不退咯。永远啊，拢伫日常生活当中，拢伫一寡小节内底，一般人无去注意到，这小节拢啊伫即内底。啊，咱中国人讲小节，有话叫做有意义啊。所以中国古早时阵的教育有道理啊。古早时阵的小学、数学啊、小学啊，老师爱甲学生啊做朋友，做什么朋友？有小节啦、啊。十五岁以后，入大学，中国以前啊无中学，只有小学甲大学，叫做太学。入太学内面去学台节，迄、那个时阵的台节，多半拢是指朝廷遐个，遐个礼节啦、规矩啊，学遐个啊。小节咧，都是日常生活。礼节啊，小节都是小的礼啊，大节都是大礼啊。决定不移，永不退转，这两句话决定了成功甲失败。这两句话你若做会到，无论做什么代志，你决定成功。如果你的方向啊、目标啊，啊动摇咯，方向、目标转变咯，那就未成功咯。啊，世俗世间法无例外啊！如其文是四句偈，是本经的经文。五行决定坚固力，为何性低能静低？将所心志诸科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啊！这四句偈，头前咱有读过哦。阿弥陀佛，伫个老师的面前，世间自在王佛，发愿修行，求佛给伊啊证明。伊啊，发的心，这个心发太大了。一般人拢疏忽了，阿弥陀佛发现了，唔是讲其他诸佛能力比阿弥陀佛强，无这道理。佛法道同啊，智慧神通道力是平等的啊，只是有人发现啊，有诶无发现啊。阿弥陀佛发现了，发现什么？帮助这些啊，罪业深重，对治这个恶道的众生啊。帮助因啊。
后尾开我离开的路。这个离苦得乐啊，不是平常啊，所以是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这个究竟必须要超越十法界，无超越十法界是无究竟啊，无超越六道轮回啊，更加无究竟咯。这条究竟乐是大涅槃呐，无证到大般涅槃，迄毋是叫做究竟乐。啊，修行的般涅槃那是无生啊，阿罗汉所证到呀。啊，伊用的什么方法呢？用那现在为来讲，办教育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办教育的啊，教学啊，比如讲伫遐办一个学校啊，这个学校伫倒位呢？释迦牟尼佛甲咱介绍啊，伫咱娑婆世界的西方啊。过十万亿的佛国土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就是极乐世界啊。释迦牟尼佛绝对啊无妄语，这是对于思想来讲。如果对理想讲，极乐世界是另外一个空间维持，伊伫倒位，伊无所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就亲像咱现在咧看电视屏幕共款，无共个频道，你若是开到频道，伊就现前咯。就是款道理啊。所以，中风禅师第三世系念开始内面甲咱讲真话啊，处方即净土，净土即处方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即甲你讲真话。你的心是阿弥陀佛，我也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现前咯。同心同德同愿同行啊！阿弥陀佛，为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尊重赞叹啊！称伊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！咱的心愿。德行甲阿弥陀佛是共款，都、就是阿弥陀佛了。诸佛赞叹阿弥陀佛，都是咧赞叹家己啊。啊，对各方面去观察啦、啊，去体会。你啊，才知影讲，静坐法门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诸佛如来赞叹，毋是假啊！是真的啊！这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啊！所以往生一念清净，迄一念就成佛咯。其他诸佛如来度人，
条件是念念清净，这困难啦、啊。阿弥陀佛只要一念，一念清净就成功了，那就太方便了。咱念念清净，咱做未到，一念清净有当时还做未到。啊，理想真正讲会通啊，唔是讲未通啊。为什么呢？咱知影。每一念前念跟后念无同款，念念是独立啊，伊唔是讲一个啊，啊所以啊，你这个一念相应啊，迄一念就成佛了，伊就去极乐世界了，到极乐世界念念啊就清净。为什么呢？迄个所在是无念缘啊。好你啊，这个一念不起落去，那就了不起啊！按我这句话讲，到极乐世界，你烦恼虽然啊无断，啊烦恼底下是未起作用啊，贪嗔痴慢拢未起作用啊。你讲贪，咱讲上好，这是经常啊，头前咱拢读过。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，拢是同一个模样，完全同款呢？伊讲的道理真简单，西方世界才会众生啊，是业报身，有的相貌生得较好，有的相貌生得较欠实，生较好的人会骄傲，生较欠实的人感觉自卑啊，也不平啊，心不平啊。到叫了世界，大家拢同款啊！这心思未起来，未好你啊，生起来啊！咱伫这个世界贪心真重，贪财啊！叫了世界财太多了，住之不尽，用之不堪啦、啊，无说贪太多了。啊，咱这个世间，讲实在话，对咱的性命最重要是什么呢？最重要是不贪，无重要变嘛去贪，错好咯。最重要是空气啊！你看，啥人贪空气呢？啥人去提这物件，将空气给对起来呢？这最重要，无看到啊！五金无路用啊，佫袂当食，也袂当穿。偏偏要去贪这物件，错了，完全错了。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的生活必需品随念就变现出来了。想要什么有什么，你要贪什么呢？无用心就无了，要不需要土种。那在这世间，家家拢有这土种性，去到极乐世界，这土种性无路用了，无啥土种啊，唔免啊，唔免就无了，没用伊就来了。你讲这偌自在，所以啊，你贪嗔痴慢拢未起来。极乐世界无一个人你看到不如意的啊，无一个人你看到会不顺眼，无一项代志你看到是可恶的，无啊。所以你的贪心慢疑拢未起来，滚到拢登去咯。底下多一段时期，慢慢啊，受到这个熏习，恶毒的滚啊，就无咯。啊，滚无咯，缘动呢也无咯。来缘是万分啊，恼恼烦无咯，拢未起来，拢无咯。阿弥陀佛，用这个方法。帮助咱快速成就，只要你啊一念清净啊，这个真有道理啊。比如祖师甲咱讲的十念法，每天早起一拜，暗时一拜，这是啊对于工作较无闲的人，无时间做早暗课呀，早起起来睡眠了后。有互相面对互相
无佛像面对西方，念十句阿弥陀佛。也有人是一口气啊，做一念，念十口气。有一挂人啊，就是一句，就叫做一念，念十句。养成这个习惯啊，早起一遍，暗时一遍。啊，咱用这个方法。啊，真侪动手，迄阵是新加坡，我才想到这个方法，每天九拜，一定爱记哩，一拜都袂当减，每天九拜，早暗就是两拜，三顿饭，食饭的时阵无念供养咒，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十声。三顿饭三拜，上下班上午上班一拜啊，下班一拜，下午上班一拜，下班一拜，一天九拜，有路用啊！啊，我提倡这个方法的，这个马来西亚南洋一带的同修，真侪人跟我讲真正有效。时间真短啊，一两分钟，所以未妨来工作，佫容易学啊，就是爱养成习惯啦。习练必胜啊！在临命终时，这个习练就落用咯。这是符合的十八愿，也十八愿是四十八愿的核心。啊，咱用这个方法来落实啦，十八愿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常常爱记哩。我是叫做世界的人，这真重要啊！这就是你发大愿求生净土。我是叫做世界的人，我不是地球上的人。我来创什么呢？我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人。极乐是我的故乡啊！我现在出来旅行，我出来什么拢有，恁这物件我拢总用未着。这就是发大愿啊，这就是修大行啊，念念为苦难众生，愿心帮助把经啊讲会清楚啊，讲明白咯，讲透彻，可以讲我一生得多，一生圆满，只有这句名号。你讲偌简单嘞啊！经未晓念未要紧，意思了解就好。紧紧了到这句好好，你这一生就成功了。早年的时阵，我咧讲这个经典。讲这句好好，甲大家讲，这句好好是啥物呢？是咱去接到世界信号啊！咱伫空中咧飞行，这个、信号就是咱的航路。摕到这句好好，你就袂惊错航路，肯定去到接到世界。啊，你甲这个好好单调，或者去创别项念咒、念其他。啊！你就会行唔到行路咯，你袂当到极乐世界，一句就好啦，唔通去创伤多伤杂。经典啊，这部真难得啊，咱袂当讲无感激，
阿林基老技师用心汇集，伊啊汇集这部经用了十年的时间。初句三年完成，改了十遍。黄连祖老技师注解，注解真好啊！我觉得是感应啊！你甲看伊经过文化大革命，遭受灾难、受苦，甲伊啊怕做乌鬼抓神啊！兵患了后，所有这些资料拢废去咯。我去甲看，伊住迄间房间啊，一张门床前后堆的拢是纸，我详细甲看，都、就是这个主盖资料啊，190多种啊，全部加持啊。我问讲你对倒个找来啊？这个注解《阴经古典》啊，不是三浦嘉琪这个注对倒位来的？不可思议啊！伊若无这个注，这注解就袂当写咯。逐字逐句啊，拢是有出处，拢是有根据的啊！全部拢是历代祖师大德的智慧啊！咱今仔日读到咯，你讲这福报偌大？拢不可思议啊！爱珍惜，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绝对往生。啊，真侪人既然拢在讲2012，我伫今年访问澳洲十个宗教。我们要反对讲南洋这些宗教，大家斗阵也拢从这个甲做做话题咯，这是以往将来都唔爱有诶。今年啊，四季拢会听做这话题，啊，咱拢卖去插伊啊，一心念佛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我感觉到。2012无一定讲会有大灾难，为什么念佛的人真多啊？拢在做回向，世界上啊，其他宗教徒拢为着这代志做祈祷啊。我相信未讲有什么大灾难来出现，小灾难是难免的啊，大灾难未讲出现啊。可是咱咧担心一个麻烦的代志，惊是人类家己毁灭家己啊，迄就无救了。家己安怎毁灭咧？业务战争啊！哎，知影，今仔日全世界拥有业务的国家，业主弹头呀！我家的估计，因的报告至少有75,000粒。每一个核弹上界细，嘛是长颈公道的10倍、20倍最细啊。普通的呢，大概拢嘛是100倍以上的啊。这一粒炸弹啊！
足以毁灭一个大城市，是惊这个啊！当时的爆发呢，咱看20年、30年了后，现在这囡仔大汉了，那就无保险咯。现在这囡仔对细汉都在佚佗这电动玩具啊，电动玩具的内容是啥物呢？杀人的游戏啊！到个因大汉了，因掌权了，岳母伫咧手中，因就来佚佗杀人的游戏啊！这不得了了，这太有可能咯！过来就是这个社会不平啊，特别是贫富不平均啊，经济嘛是不平啊。伊无想要挖，我也无想要挖，恁甲我斗阵来去，一个按钮战争啊就爆发了，这真有可能啊！谁发动战争？神经病啊，发动战争啊！现在这个社会精神无正常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所以就非常的可怕。未挽救，无别项，就是恢复伦理的这个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、甲宗教的教育，必须大力的来推动，唤醒人性，才会免除一个灾难。所以，美国有一位科学家讲得真好，如何应付2012？伊有讲三句话，希望全世界人，现在去恶扬善，改邪归正。端正心念，那灾难会当化解，会将地球带到更加美好的社会。这个话啊，咱也相信啊。中国啊，传统教下，上书啊。甲大乘佛法内面所讲的也相似，所以唐文弼博士伊讲咯，孔明学说甲大乘佛法，会帮助21世纪的社会化解冲突啦，促进安定和平。真有道理呀！啊，咱要安怎来甲推动呢？这都是现前啊，应该爱做的工作啊。爱专心全力去做啊，帮助社会。来拯救地球啊！做会到未？会啊！佛经上讲的道理，科学家承认了。上由心生啊，境随心转啊，这都是原理。知影这个原理呢，咱徛这地球是环境，境随咱的心转的啊。人心不善，伊就变个真多灾难；人心善，伊大项啊拢会变好，风调雨顺啊。所以连国科学家拢讲端正心念、改邪归正啊，重要啊！唔那救家己，救你一家人，
你也救社会，救了国家，也救全世界了。安尼，这个一生呢，就非常有意义了。咱无白来啊！咱应当家己也做好啊！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块。